王爷所言极是。可是，如果太子没死，怎么可能？匍匐的时间越长，太子的性命就越危险。不要再犹豫了，以你的医术，一定能成功的。不行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不行，我不能杀太子，我不能杀太子啊！你说什么？八王爷绑架了我的家人，他威胁我，如果我不杀太子，就拉我家人陪葬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的家人送命，也不会让太子死的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只要我们对外宣称太子已死就可以了。可八王爷怎么办？他怎么会相信我的话呢？太子的死，我会承担全部责任。若再加上我的性命，他就一定相信。不行，不行，师父，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送死，不行的。你记不记得，我跟你说过，我们大夫的天职就是救人性命。如今，只要用我一个人的性命，就能换回你的家人和太子的平安，值得了。可是师父，不必多说。为了天下，为了太子，你必须成功。跟那姓叶的一起合谋来欺骗本王，哼！若不是骗你太子已死，又怎能逼你露出你造反的马脚呢？哼！本王就是反了又怎么样？藩王进京，百万雄师已经把京城围得团团转。哼！天下早已是本王的囊中之物，根本轮不到你来说三道四。哎呀，八王爷，你真的以为你能夺得天下吗？本王不但要得到天下，更要人心服。我今天就要杀了你这妖后，免除后患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你们反了！八王爷，我们早就收到皇后娘娘的密函，说你要叛乱造反。我们此次进京，就是为了保护皇后娘娘和太子。你们，没错，本宫早就知道你打算联络关外的兵力围困京城，而且你必借着太子大殓之际举兵谋反，所以我就联合各位藩王，要将你一举歼灭。你们竟敢背叛本王，为什么？因为本宫已经答应他们，平乱之后，要将你的所有平分四分，以犒劳诸位护国秦王之功。你们这群贪权忘义的卑鄙小人！叛人者，又何以责人呢？本宫也只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来人，把王爷压下！你们敢？把他压下去！妖后，本王不会放过你的！妖后，快住！放开我！老实点！放开我！参见太子殿下，参见皇后娘娘。
平身。谢娘娘。今日京中变乱，列位临危受命，领军进剿逆贼，功不可没。特授尔等赏银五万担，良田两千亩。特授尔等子孙世袭封号，戮力为国，永保社稷安康。谢太子殿下，谢皇后娘娘。嗯，你们先退下吧。是。把那个图谋造反的逆贼押上来。跪下。大胆逆贼，你深受先皇恩泽，本应克己尽忠，可是你却屡屡以下犯上，不仅伙同地方将领意图皇位，还下毒加害太子，如今铁证如山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自古成王败寇，本王只是没有料到会败在一个女人和一个太医手下。要杀要剐，别那么多废话。你放心，本宫很快就成全你。不，不要杀他。爹说过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杀人是不好的。君无戏言，既然太子宅心仁厚，就暂时饶你这个逆贼的性命，只将你的官职爵位免除，发配边疆，永世不得回到京城。还不快快谢谢太子不杀之恩。笑话，真是天大的笑话。你们也太不了解本王了，本王今生即便做不成皇帝，但也绝不会做那种苟且偷生的小人。你们这些贱人，论才智论手段，你们谁能比得过本王更适合治理天下？可被我朝气数已尽。先皇啊！来人，在，把他压下去。是，走。退下。既然你们一个个的都心慈手软，那么本王就自我了断，免得让我亲眼看到江山毁在你们这帮妇孺的手里。王爷终于恶有恶报，我们也可以过自己的安稳日子了。是啊，这次多亏了皇后娘娘的帮助，她用其他死囚代替了我，我才能死里逃生的。程飞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可能是今天太劳累了。皇后娘娘到。参见皇后娘娘。免礼吧。
叶太医，这阵子你为了要救太子受了许多磨难，真是难为你了。请随本宫到外面，本宫有事跟你商量。太子的事情已告一段落，你是不是也该为韩香做点打算了？其实娘娘的意思我也明白，可现在的我真的不知道还能再为她做些什么。你后悔了？这是我自己的选择，我从选择救太子开始就没有后悔过，我只是担心香菱她。你的心情我很明白，你知道在皇上离开我的这段日子里本宫是怎么熬过来的吗？这些年虽然我一直想找回太子保住皇上的血脉，可是这皇上辛苦打下来的江山也得保全住，皇上不在我身边，我要独自处理朝政，常常我也感到心里焦悴，每当这种难熬的日子，我总感觉到其实皇上他一直在我身边陪伴着我。实际上陪伴一个人的方式有很多种，时间会带走很多东西，可是也会留下最重要的。你剩下的时间不多，有什么要做的事情你要抓住时间。我想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程飞，程飞，你这几天怎么回事啊？不是说好一起看日出的吗？我好不容易起了个大早，你却推三阻四的。我是怕你啊，一旦看了日出就会固态复萌，每天睡到日晒三竿才起来。你看你这几天每天都这么早起，身体是不是好了很多啊？你强词夺理。你在干什么？这些牛角是难得的药材，能够清热解毒。我看也差不多该回医炉继续看诊了，就多准备了一点啊。香菱阿姨，我爹最近很少陪你啊。其实爹也有段时间没来找过我了，他就是找也只是晚上才来。香菱阿姨，爹不会有什么事吧？当然不会了，阿姨不是跟你说过上次抓走你爹的妖怪已经被仙女给烧了吗？可是我看爹晚上来的时候脸色总是很差，也好像没什么精神，爹会不会生病了？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更不用担心了，你爹是全天下最好的大夫。那如果爹得了连他自己都治不好的病，那岂不是全天下的大夫都治不好了？去哪儿了？你先跟我去一个地方。来，你怎么突然想到要带我来放河灯啊？我不是跟你说过我想许愿的吗？
我打听过了，除了看日出，还有很多其他的办法可以让愿望实现的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事到如今，我也不想再瞒你了。我在城东大街帮你找了间房子。你这两天神神秘秘的，就是为了找房子？既然太子的事情现在已经没有后顾之忧，我想再过一段时间就跟你一起离开后宫。我们又不是没有房子住。你总不能在怡红院成家吧？你还记不记得我之前在怡红院开一楼的时候存的那笔诊金，现在总算是用得上了。程飞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但是你要答应我，以后不管你做什么事都不要瞒着我。来，这个钥匙你收好，搬也是我们一起搬。别说那么多了，快许愿吧。闭上眼，感受你温暖的气息，空气中弥漫你独有的香气，牵你手，指尖触及你的暖意，紧握住，是否就不会离我而去？这一秒，你我相约白头偕老，愿时间停在这一秒。程飞，程飞。程飞，你在干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只是在整理遗书。哎，你这个围脖，你很冷吗？对，我觉得今天有点冷啊，所以带上了保暖。对了，你来这里做什么呀？我来是想问你，除了房子的事，你还有什么事瞒着我啊？没有啊。真的没有？没有就最好了。我见你几天不出门，脸色又不好，我担心你染上了什么病。我是大夫，自己有没有病怎么会不知道呢？那最好了。还有呢，这是我从观音庙求来的，保你平安。你不喜欢啊？我喜欢。那你就把它收好了，不要丢掉。我知道了，我突然想起我还有事情要做，先出去了。哎，程飞，参见太子。啊，爹，你先下去吧。是的，太子。你最近有没有乖啊？有没有听皇后娘娘的话呢？当然有啊，皇后娘娘可喜欢我了。那就好。来，爹跟你玩一个游戏，好不好？你要让我藏起来吗？这次啊是爹藏起来。你为什么要藏起来？那个妖怪又要来捉你了吗？你现在已经是太子了，
妖怪啊不会再来了。不过爹想看看，以后爹不在你身边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偷懒？那你要藏到什么时候啊？等到你真真正正成为一个好皇帝的时候，爹就会回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有爹在你身边，你就会依赖爹，会不乖，就不能当一个好太子、好皇帝。爹，你不要走嘛！我答应你，我以后都会乖的。可是爹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还有很多病人要爹去救，爹不能一直留在你身边啊。那香菱阿姨呢？香菱阿姨会跟你一起走吗？香菱阿姨她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，你要孝顺她，知道吗？嗯，我一定会好好孝顺香菱阿姨的。爹藏起来的时候，香菱阿姨会想爹，她可能会不开心，会哭，你要让她开心，让她笑，知道吗？嗯。记住，如果你先找到我，你就算输，所以一定不能去找我。那爹，你会不会回来看我啊？爹每天都会偷偷回来看你的，看你有没有乖，看你有没有偷懒，但是爹不会让你找到我，不然你就输了。那我明白了。那我们拉了钩，一言为定，你一定不能去找我。香菱，程飞，这么晚你叫我出来，有什么事吗？你喜欢我吗？喜欢，当然喜欢。那我们成亲吧。什么？你不是说，等家宝恢复了身份之后，就跟我过平淡的日子吗？王爷已经死了，不会再有人威胁到家宝，我们也该为自己的将来打算了。可是家宝还小，还需要我们在他身边照顾他。成亲了也可以照顾啊。可是我现在什么也没有，我不想让你跟我吃苦。要不等我再……等你再老一点吗？程飞，我什么都不要，只要跟你在一起。可是，可是什么？你是不想娶我，还是不能娶我？我，为什么到现在你还在骗我？你在说什么？你每天磨那些犀牛角，不但可以入药，还可以做成蜡烛，找出留在人间的魂魄。其实你早就在刑场的时候就已经……皇后娘娘根本就不能救你，在我眼前的只是你的魂魄，对不对？对不起，为了救家宝，我别无他法。皇后娘娘说过，我留在人间的日子
只有七七四十九日，期限也快到了。为什么我们在一起面对了那么多痛苦，为什么还是不能在一起？姓林，姓林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在行刑的那一天，皇后娘娘到大牢找我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乔太医跟你为太子破腹取毒之后，不知道为什么太子一直都不见好转。那乔信呢？已经被八王爷给杀了，现在只有你才可以救太子。可是八王爷……你放心，刽子手都是我的人，只要你在行刑的时候念着未完成心愿，在手起刀落的时候向东跑，这样你自然就可以回到太子的身边了。这样就可以回去救家宝吗？不过你只有七七四十九天的时间，每七天必一死，你如果经历七死之后，你将会魂飞魄散。魂飞魄散？该怎么做你自己选择。为了救家宝，无论要我付出任何代价我都愿意。记住，你只有四十九天的时间，姓林，程飞，你终于回来了，你快看看家宝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家宝有事的。八年前，是我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，我不会让你从我身边离开。程飞，乔欣明明已经帮家宝去除余毒，可为何还是发烧不止呢？可能是伤口发炎引起了发热，必须马上宣散风热，清肃肺气。
皇现在怎么样了？我已经用针灸疏散了他体内的风症，这样等他醒过来就会没事了。只要皇后娘娘把八王爷铲除，天下就真正太平了。兄弟，对不起，我没有信守对你的承诺。程妃，我以为我不会再遇到真心对我好的人，也不会再有机会为一个男人义无反顾地付出一切。但是你的出现让我重新有了希望，更让我知道原来我也有资格被爱。傻瓜，你很好，你是应该得到幸福的。你是第一个对我这么说的人。我只是希望你以后可以真真正正开心快乐地生活下去。好，程妃，我答应你。在我这一生中最幸运的事就是遇见你。可是我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没做，那就是一直想跟你好好看一次日出，可是到现在都还没有做。所以今晚就算是要等到天亮也一定要看到，就当是圆我最后一个心愿。香菱，你能不能陪着我看一次真正的日出，好不好？我只想跟你一起静静地坐着，迎接新的希望。
冷姑娘，这是给你的信。香菱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请原谅我，我不能再照顾你了。我已经安排好了，当你想我的时候，就会有人把信送给你，把我所有的心里话都告诉你。对不起，在最后的日子里，我还是没有能跟你说真话。我每天把犀牛角磨粉做蜡烛，也只是希望你能够多看我几眼。就算我不在了，你也能记住我的样子。最让我放心不下的人还是你。我知道你每到晚上就会咳嗽，那是体寒所致。药方我已经写好了，就放在柜台左边的第二个抽屉里。要是你再咳嗽的话，就按照药方去抓药吧。连续喝三天，应该就不会有事了。我这一辈子没有做过后悔的事，唯一的遗憾就是不能陪着你看一次完整的日出。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留下来给你，只有跟你在一起的那段快乐的回忆，希望你可以记得。记得有一个叫叶成飞的人曾经在你的生命中出现过，曾经爱过你。爹，你跟我玩的这个游戏，我赢你了。我一直都很乖，我没有找你，也没有哭，我一直都很勇敢，保护香菱阿姨，也没有让她哭。皇上，是时候回宫了。知道了，香菱阿姨。你现在贵为皇上，以后不要再这样称呼我了。有什么关系？反正又没有其他人在。而我知道，就算爹听到了，他也不会怪我的。你爹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。
心疼为你碎落了一地，想起初次爱你的回忆如泪如迷，感谢你给我誓言，可怜我怀抱心牵挂。